夏璇，你是不是最近有什么新的对象？其实你会当甲我讲无紧啊，做你讲，我承受会了。这应该问大姐啦，我唔是讲真清楚。所以嘉璇，你真正超可能有新的对象啊！对象是啥物人？替我甲嘉璇讲，我真心祝福伊。永川哥，你若是想要谈恋爱，跟我就好啊。哈？你即摆是咧讲啥？我讲，我要跟你谈恋爱。唔通安尼，我手有手汗，我无关系，互人安尼看。确认完毕。唔管我怎看你，拢有一种脸红心跳的感觉。所以结论就是，我对你真正有感觉，我要跟你交往。Angela， 无你即摆是咧起笑是无？你即摆详细甲我看卖啊！我是大叔呢，你即摆看你家己，安那讲你拢是一个小萝莉啊！咱两个袂当安尼啦。谈恋爱哪有需要考虑遮济啦？哇，即摆拢啥物时代啊？人迄多元成交拢无问题啊，年纪算啥？永成哥，你就要放较开个啊！我是一个老古板，我放袂开啦。时代在进步，人嘛同款啊。永川哥，我唔是爱你即马就随和我一个答案，也唔过你会当好好考虑看卖啊。Angela， 你即马听我讲，你是唔是将对哥哥即款的感情误会做男女之间迄款的感情？我甲正好假结婚，迄是因为我迄个时阵拄啊当完手术，所以我想要把握生命，所以我想要谈恋爱嘛，想要结婚。也毋过我知影正好心肝内一直有加温结的时阵，我就坦然放弃啊。也毋过我对你的感觉毋是迄款的感觉，所以我真确定，我对你的感觉是男女之间的感情。男女之间的感情，袁九啦，你即摆听我讲吼，你即摆公司才几工尔，我呢一直甲你骂呢，你是靠几届？你想看卖啊？迄是你伫咧帮助我自我成长，我知影永泉哥，你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你阁会伫咧我的背后偷偷伫咧关心我。而且我拄到危险的时阵，你嘛是安尼拼性命甲我救啊！永成哥，我真正感觉你足可靠的，而且有你伫咧身躯边，我嘛感觉足有安全感的。所以我真确定，我对你的感觉唔是兄妹啊迄种感情，是男女。唔是，绝对唔是。Angela， 你着爱较冷静的哈？你怎啊较冷静的咧？你应该看会出來，我真冷静啊！对对对，是我爱冷静，是我爱较冷静的。那恁永泉哥，你爱冷静偌久啊？我爱冷静到，我讲我已经冷静了为止。那呢？你唔来我管，好。我即摆应该回去厝，好好冷静的。你唔通回来哦。因为我需要时间，需要距离，好好冷静的，就摊像你讲的安尼，哈？我到底是要创啥啦？你是不是一直在想骗我？迄天我甲你告白了后，你讲你要冷静一下，啊，冷静遐尼侪天了后，结果啥款？我一定会等你的答案的。你敢会当即马就甲我讲？
我即马无适合讲感情，因为我唔是迄款会当让伊幸福的好查甫人。为什么？我之前甲嘉璇分分开，就是因为我犯了一个真大的错误。你看你的条件这么好着，你无需要找我这款已经离过婚的啊，你会当找到更加好的查甫人嘛？更加好的无一定适合我啊，而且我感觉你真好啊。你真正想过少年啦，我讲无适合就是无适合啦。胆小鬼，你也无跟我交往过，要哪会知影适合无适合？我唔是讲我即马就要随嫁给你啊，敢讲你连尝试跟我交往勇气拢无？这款代志唔是冲动就当进行的呢，我真正是为着你好。你若真正是为着我好，安尼就跟我交往看卖啊。反正我了解你了后，我真紧就会死心嘛，嘛袂甲你搁搁搁甜啊。Angela 就是一款受到拒绝颠倒的女勇敢的查甫囡仔。反正我先答应甲伊交往，才是会当予伊赶紧放弃的办法。我拢听着 ，Angela， 我今日就配合你的勇气。永成哥啊，你那是查甫人哦，做代志嘛水亏的，啊卖着卖，无爱着无爱啊，嘛有一个查甫囡仔，安尼有那佫无的希望。李源，那即摆你是咧乌白讲啥啦？我哪乌白讲？我今仔就赞成 Angela 伊的提议的啦。啊，人生哦，本身有足侪代志，你爱试过，你才知影有适合无。啊，就像路上的风景哦，总有意外的收获。就像迄当初时的我，一定唔敢去学法律，迄是恁鼓励我，我才敢去呢。你看我即摆，我是毋是足欢喜的？还好家在吼，当初是有提起勇气去好啊学习法律，所以永成哥，我无希望有一天你会后悔。对嘛，若是叫我无试看卖就放弃，安尼我就唔甘愿呢。我拢这么勇敢嘛，是安怎你袂当跟我同款？永成。阮永成哥哦，绝对会惊，惊你家己退会。什么？你惊退会？要试看卖，就来试看卖下呀。哦，安尼你答应哈？系啊。男朋友你好，请多多指教。为着要让 Angela 会当赶紧放弃跟我谈恋爱，我只会当先暂时答应了。到尾啊，我一定要想办法，让伊会当知难而退。你应该真清楚要请款，要顺利过我这关吧？当然啦、啊。以后要搁好好请款哦，都要跟我好好讲者。今麦做直播的人真侪啦，但是要真正做个出名，会当赚钱的，嘛是要靠阮网络平台，甲你做行销。我看你真有潜力，敢要我甲你斗三工？你要安怎甲我斗三工？敢那请你讲较清楚。真简单啦。只要你好好交配啊，顺我的意，保证吼、哦、你比之前还佫较红。等下你老来哦，咱找一个所在哦，好好讲者。无需要，我家己有能力，无需要靠别人。遐着急要走要创啥？只要你好好听话哦，我保证予你赚着钱啊。你紧放手啊，那无就莫怪做你无客气啊。我足喜欢迄种又呛又辣的个性嘞。baby， 快些！我等真久啦，拄只吼，我要找车位啦。你来啊 ，baby 啊！以后吼，你若想要请款咯，你唔通一个人来，都要和我陪做伙起来。因为吼，有一挂人哦，穿衫哦，敢若参像人同款啊，还佫行为哦，都敢若精神的。安怎？啊，你款穿了安怎？我袂穿好啦，唔是真顺利。因为这个主人刚刚对我情况有淡薄意见。啊，我的 baby 讲了是真实的哦。啊，这到底是安怎？是数字唔对，有啥问题是嘛？啥子不好情况啦？啊？哎呀，我嘛想无为虾米呢？这个主人哦，拄只讲哦，叫我爱乖乖听伊的话，
我咧想讲哦，我是不是爱去请教一下迄个财务部，看应该安怎请款，还是哦，甲这个主任对照顾我讲的话吼，写一份报告送给阮董事长。因为这间公司哦，迄请款的流程有够麻烦的，需要好好检讨一下。哦，林妹哦，为顶头报啦，我会好好检讨啦。检讨敢是你用嘴讲的，就当准拄煞。麦了准我唔知影，恁进前一个秘书嘛去互你骚扰，你了准查某囡仔好欺负哦。这个啦，是我唔对。这是你的钱啊，提哦，紧走！我警告你哈，以后你有你查某囡仔卡来手来，我绝对让你吃官司的。加 baby。拄只吼，若不是你出现，我真正惊我控制袂住，假死伊。加在你及时出现，做只我伤害伊。拄只迄个人吼，互咱爱甲你假死啊！伊以后应该不敢对查某囡仔吼，安尼卡来手来啊！我嘛算是吼，讲到一件啊，我是讲吼，这个社会啊，参与这款小弟哥佫真多啦。以后哦，你若想要请款，你就我陪你做伙去啦，唔通一个人。啊，若无吼，人若想要对你安怎，就算讲你画破脸啊吼，嘛无人救你，安尼才足危险的呢。我无想要安尼麻烦你，你家己毛公司的代志还无用啊！我会好好照顾我家己，保护我家己。袂用的啦，你即毛铁哥，你若好好照顾你家己才用。嘛是啦。啊那呢，咱做一约定。有人囡仔来一招哦。大哥哥真简单啊！有当时吼，这人吼若顶大人吼，拢想要做一寡吼，这大人的代志。啊，其实有当做一寡幼稚代志，安尼嘛真好啊。哎，若是讲有好人集点卡哦，你顶就给你的集满，收集全套。听起来怪怪呢，集满了哦，你别个发我好人卡。这好人卡哦，绝对无什么好代志。啊，你就是一个好人啊。莫讲我是不是好人啦，只要是好朋友哦，一定互相斗相共的嘛。啊，搁再讲啦，你今仔日哦，若万一发生什么代志哦，我一定痛苦一世人的啦。这讲起来吼，下当讲是你跟我搞斗相共啦，互我有机会，咱发挥着我的正义嘛。不管怎讲，你若叫我一摆，哦，真正欠你伤济啊。啊，你该安尼小欠，你只有翁仔某哦才小欠济呢，你安尼唔好。哎呦，你袂歹呢，看你安尼故意故意，讲双笑阁真有力。我这幽默感吼，真够歹势啦，唔是吼常常看会到的。干嘛呢？我看哦，你是想食甲我做伙，去我训练出来。安尼好啊，以后吼你就常常训练我嘛。哎，我这个人吼真先困嘛，真热心，啊而且吼真好感觉。啊！不过我拄则讲的是真实的，我常常伫外口安尼走动，其实我拢有随身携带防狼喷雾，还有电击棒。拄则是着急要起来请款，唔则把包包放伫你的车顶。若是讲真正你安尼把我四处拍拍走，我心内真正袂得过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你吼帮我秘书，啊，不过我袂勉强你吼，常常来公司啦，你咪当继续做你的直播啊。看讲你是想要继续做直播卖厝，还是讲吼要做跑单小姐，拢会用的。我真正感觉直播卖厝吼确实是袂歹呢。你以前嘛卖过厝，所以你替客户吼来介绍遐个厝吼，你非常的熟手啊。啊，搁再讲啦，你起码伫直播顶端吼，已经有知名度啊。你一定我都找着吼，真侪客户你别公司的，安尼等于双赢。听你安尼讲，这个计划敢若袂歹呢，咱应该当讨论一下。啊，无较等下吼，咱就哪食饭哪讲啦。行。不是，刘总。我代志啊。